好，继续来看到花坛乡农会为着要来感谢防疫医护人员的辛劳，一号早起时哦是特别赠送着上届有在地特色的万年乌龙茶米，和彰化县政府，希望透过万年花茶，表达对防疫医护人员的支持和关心。感谢医护人员的辛苦，花坛农会特别准备600份的有机万年花茶，交由彰化县政府来为了辛苦的防疫人员。花坛农会表示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今年的花坛万年花节活动暂停办理。不过，县政府也是全力协助农会来举办伫网络上的万年花节，帮助花农。因为今年的这个疫情的关系，吼，啊，无办实体的茉莉花季，咱改线上。啊，大家伫线上买物件，吼，啊，咱得为恁消费者，吼，啊，来关这茉莉茶季。来关心到咱的医护人员，感谢大家对这届线上活动的这个支持，谢谢。用这个机会啊，都咱地都做好吼，来贡献一束啦吼，给咱这医护人员啊一点啊心意啦吼，希望吃这个茶，大家拢真健康、真平安安尼啦。馆长王惠美表示，花坛是万年花的故乡。这几年，乡农会强力在推动无毒有机的万年花，也真感谢农会把这么好的茶饮分享给辛苦的医护人员。因为感谢到咱的这个医护人员，他们在第一线为我们防疫，所以呢，特别赠送了这样的一个这个茉莉花茶包，那里面有含有15包的茶包，那总共有600份，要来给我们在抗疫的第一线的医护人员。我想在这边也代表我们这个所有的县民，谢谢。我们花坛乡农会馆长惠美代表馆内医护人员收下这份厚礼，接下来将会透过卫生局，会将花坛农会这份心意分送到基层的医护人员手中。台中华新闻张世良、中华彩虹报道。